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昨天已经回家了，在家里睡了一晚，大床就是舒服一点。我一大早就听到我妈在外面噼里啪啦打，好像来烧饭了，就想出去看一下。姜白虾、皮皮虾、带鱼、创变鱼，还有鳗鱼、鱿鱼、呛蟹。是我妈现在在烧饭，我们去拿一些快递。其实我们还没到家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很多快递，就往家里寄的。是不是都吃的，小白？有没有生活用品之类的？饼干的、粮食。没有你自己的粮食吗？对。快递也不多嘛。是不是明天还有啊？对。这个是什么？饼干的衣服啊。嗯。红红的，过年了。对，你不是说喜欢煲仔饭吗？这可以做煲仔饭的。看，还有这一箱，这一箱都是牛肉，然后羊杂什么的，就内蒙古的里脊，就我们牛肉干合作那个厂家呢，他们寄给我们的。这个应该是牛肉酱吧？直接吃吗？直接吃，真空包装的，这个是。牛肉是吧？对，就是他们那里的酱牛肉。试试看。嗯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调料。都是酱牛肉，应该这个是应该是牛腱子，对，牛腱子，这一箱，中午先吃一个吧。饼干是有新猫粮了吗？这个猫粮是处方粮吗？其实中午这五个菜也已经够了，但是还是把这个牛肉给切一下。是吧，姐妹？今天大桌子菜。对。哎，你家这牛切的还蛮好的。嗯。牛腱子，它是真的是就是牛腱子。我刚切的时候尝了一下，挺好吃的。嗯。你尝过吗？我还没尝呢。我等吃饭的时候尝。先蘸一下料看。蛮好吃的。干杯！我觉得这牛肉就好像自己前天卤的，然后放到冰箱里拿出来切一切吃的，是吧？它没有那种，就是这种添加剂。哎，对。饼干，好了，回家了，坐到的书房里面一起办公，隐隐逃了。我们接下来会多跟一些当时欧亚回来的时候的那些视频，因为长视频没有跟嘛，大家应该也知道。嗯，但是也不会剪20多分钟吧？嗯、对，十几分钟，十几分钟这样子。嗯，精简一点。顺便我也可以看当时玩的一些镜头了，因为也长时间没有看了。嗯。因为其实短视频很多人看过，但是很久之前的有些新的人应该没看过。对，有些新关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肯定是不知道我们。人家是翻不到那。对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哎，你们开车去非洲，你们到底去了非洲没？还有人问这种问题的。就是他们翻不到以前的视频，因为发了好多好多视频。嗯，而且我也不会做合集，人家我看有些人会做合集，我不会做。你为什么不做？我不会做。